要动腰，动了呼叫，动了呼叫，动了请求着舰，动了请求着舰。栋梁，栋梁，我是栋腰，可以着舰，按照着舰程序可以着舰。栋梁明白，复述一遍，按程序着舰。栋梁，栋梁，你目前状态很好，保持。明白。栋梁，栋梁，我是栋腰，保持攻角，在规定高度放下尾钩，不要想着阻拦索，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栋梁明白。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试飞员于涛第一次要试飞行加力撞击着舰挂索成功，祝贺你们，祝贺于涛，继续试飞。是。东三，啊，出发。是。祝你成功。谢谢董事长。东三，东三，状态良好，保持。东三明白。心无偏云，静如止水。东三，你说什么？东幺，东幺，东三报告。东三在说，心无偏云，静如止水。不要想着这是我第一次着舰试飞，我在绕开自己的心理雷区。东三，东三，我是栋腰，我是栋腰，停止降落，停止降落，立即飞往戴佩空域，重新飞到戴佩空域。东三明白。栋腰，栋腰，栋三报告，栋三请求指示，栋三请求指示，栋三，栋三，我是栋腰，心里想着绕过雷区就是雷区。你还没有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你还能不能飞？不能飞立即着陆，不要着舰，立即着陆，不要着舰。动三请求着舰，动三请求着舰。动三，动三，我是动腰，你真的还能飞吗？回答我，你还真的能飞吗？动腰，动腰，动三报告，动三请求着舰。动三，动三，我是动腰，可以着舰，可以着舰，谨记技术要领，谨记技术要领。东三明白。秦大帝跟我说，他们飞的可以接近一条直线，我开始还不相信，现在看来他们做到了，都是好样的。我听秦大队长说，这要归功于谢振宇和于涛，是他们先搞出来的一个着舰程序。一开始啊，飞得摇摇晃晃的，现在稳多了。谢振宇是在落实一总的指示，要像出膛的子弹一样，命中靶心，准确着舰。哟，谢振宇下来了。动三，动三，我是动腰，不要想着挂锁，谨记技术要领，保持加力，放下尾钩，不要想着挂锁。如果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动三明白。地面分队，降下阻拦索。是，降下阻拦索。
祝贺您第一次逃逸复飞成功。好啊，好啊。韩远征，去量一下他飞起来的距离。是，不用了，这个工作我们来做。我已经让他们去测量一下复飞的时间和距离了。秦大队长，你们刚才这一会儿突破了两大技术，一是着舰挂锁，二是挂锁不成逃逸复飞，你们真是了不起啊！啊！动幺动幺，动三请求降落，动三请求降落，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准备正常降落，准备正常降落，动三明白。首长，首长，首长，我这个人喜欢骂人，但是今天我得表扬表扬我自己。我当初不让你转业，让你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看来这件事情我是做对了。首长的这句话，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当初您坚持把于涛和谢振宇弄进试飞大队，这件事做对了。今天的成功是经过我们艰苦试验的结果，但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真的不一定有这样的结果。嗯，下一步打算怎么办？首先进行无锁状态下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加逃逸复飞，然后进行有锁状态下的着舰飞行。完成了这两个 C 类科目之后，我们请求立即转入 D 类科目的试验试飞任务。为什么先进行无锁着舰加逃逸复飞？这个思路是对的，不先解决挂锁失败之后成功转入逃逸复飞，那么挂锁失败之后飞机就拉不起来，其结果就是坠海。那就是说着舰之前谢振宇并不知道你收起了阻拦锁。对，如果谢振宇不行，今天有可能发生重大的事故。报告首长，谢振宇行，而且应该行。秦大帝，你今天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啊，可事先为什么不报告呢？报告首长，我相信今天的谢振宇应付得了我给他的任何考验。这个考验虽然很残酷，但是吴惊天经历过，我经历过，首长您也经历过，所以今天的谢振宇也必须经历。当遭遇到意外突发事故并做出及时冷静的处理，也是试飞员职业素养的一部分。站着干什么？等人家管饭呢。是。走吧，也没有人管我们俩的饭呢。